大家好，今日是2月22号、每个礼拜二都有一个这样的严正声明提醒大家、这个骗徒呢还是继续冒认，不单止是我，还是有很多的香港的股评人你要做的是呃人的事。咁啊，佢又话帮你投资啊，又介绍你咩嘢啊，又话俾你知系我唔会要你嘅钱嘅。不过其实你去买嗰货嘅时候，好多时就帮佢搭棚啦。因为佢好多时都要话俾你知，你买咗之后，你话翻俾我知啊，我好多提醒你几时会出货啊，等等样嘢。咁呢啲咧都系属于骗徒嘅嘢。咁你如果有嘅话咧，骗徒就一直都好似病疫咁样，系继续存在喺度嘅。唯一件事你要系。勤不是洗手，勤耍手，对他耍手零头。如果不是就打18222。好了，我们跟着我们看看、我们现在这里、哎、对不住、啊、喂，看看今天的板块里面不用说了，就是满江红了，不断跌了，不断跌了，这样期指方面呢十分之不幸了。咁呢個守唔到呢個保利嘅通道嘅中軸係跌咗落嚟。若然如果佢係喺呢度嘅話，我係睇到驚佢就會開始向呢個下跌，咁樣咧就認真唔好彩啦。因為佢下跌嘅時之中，我係睇睇